我对林淑白一见钟情，却苦追不得。宫宴上，皇上有意为我赐婚，彼时我喝多了酒，视线模糊，凭着身形指向林淑白的方向，我要他，哪怕知道他心中有个小表妹，我也要强扭这个卦。酒醒后我才知道，我当时指的人不是林淑白，而是瑞安王萧伯安。赐婚圣旨以下，我只能硬着头皮跟人培养感情，结果处着处着真香，我自马球比赛中得了头筹，赢下一副莹润透光的红玉手串，拿过装在盒子里的奖品，我打马穿过大半个马球场，停在林淑白面前，众目睽睽之下，我毫不避人地把盒子递给他，送你，你肤白，戴着红玉手串定然好看。他今日穿着一身青绿色长衫，越发衬得面白如玉，看得我转不动眼。林淑白被我看恼了，脸上泛起薄红，皱眉偏头躲避我的目光，还跟往常一样张嘴拒绝我道，我不爱这等俗物，你拿。他话还没说完，从旁边传来一道娇滴滴的声音，表哥，你是来接我回家吗？李芷萱一袭白裙袅袅婷婷地走来，林淑白目光落在她身上，紧绷的脸色柔和下来，不复在我面前的冷硬模样。对，你要是还想玩会儿，我可以等你。说话间，李芷萱的目光落在林淑白拿着的手串上，她捂嘴惊呼一声，这手串真是美极了，是宁安郡主为今日比赛添的彩头吧，我曾在她府中见过，验了好久呢。她话里的喜爱和渴望藏都藏不住。林淑白犹豫地看了一下我，将手串往李芷萱面前递，你喜欢的话便拿去吧，我不爱戴这些饰品。李芷萱不好意思地笑笑，娇声道谢，那就谢谢表哥了。眼看着这两人眉来眼去，当我不存在，我轻轻啧了一声，劈手一把夺过那手串，我的东西，没有你不要了，还能转送别人的道理。说完这话，我手中用了点内力，将珠子震碎，红色碎沙扬到李芷萱脚下，李小姐想要这手串，便自己来捡吧。李芷萱眼眶瞬间红了，却不应我的话，只一脸委屈看向林淑白，表哥，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得罪了寻妃姐姐？林淑白看向我，眉眼间带了一抹不悦之色，叶寻妃，是我失礼，将你所赠之物转送，你要怪便怪我，何必给我表妹难堪。我看着她即使生气也好看的脸，忍不住调笑道，我心悦你，哪里舍得对你生气。林淑白脸上恼怒的薄红更甚，周围人的小声议论传来，那就是镇北将军的女儿叶寻妃，这么倒贴男人真不害臊啊，哪有小娘子这样舔着脸讨好郎君的，军营里长大的，果然行为粗鄙，我若是男子也会选柔顺温婉的表妹，而不选的带兵杀过人的母夜叉。我斜眼扫过去，那群闺中娇小姐立马吓得噤声，我并不觉得自己对林淑白示好有什么不对，喜欢一个人可不就得追求取悦他吗？在北疆还有女子直接将心仪之人抢回家成亲的，相比之下我已经很克制了，只是看着林淑白护着李芷萱的温柔模样，我突然觉得有些没劲，一挥马鞭，我准备打马离开，身后传来林淑白略带歉意的声音，惹你毁了红玉手串是我之责，我会寻一物陪你。我头也没回，随意挥挥手，不必了，也不是他的错，手串是我自己捏碎的。回家后，我爹已经听说了马球场上的事，他劝慰我，强扭的瓜不甜，你说你要是喜欢的身是一般的，为父还能帮你强取豪夺一番，可你偏偏看上丞相家幼子，人家不喜欢你那就真的勉强不来，而且你这犟驴自小喜欢什么东西都要独占，听说那林家小子心有所属，你真能接受？我自小性子霸道，喜欢什么东西都一定要拿到手。三月前，我自边关回京那日，在城外见到一位玉面郎君，一袭白衣在柳树下弹琴，那叫一个皎皎君子，清冷如月，跟我爹在军中时，周围都是五大三粗黑不溜秋的汉子，我哪里见过这种角色，一瞬间惊为天人。第二天我就打听到那郎君是当朝丞相的幼子林淑白，于是带着一箱礼物登门拜访，结果被连人带礼物赶出了丞相府。我并不气馁，经常打听林淑白的行踪，跑去偶遇，还扒拉出我在北疆收藏的各种稀奇玩意儿拿去送他。一开始林淑白会斥我不知羞，说我行为有失世家女的风范，后来被我缠久了，开始冷面以对，不说话不回应，能躲则躲，送出去的礼物十有八九会被退回来。我追求他的阵仗不小，又是刚大败匈奴回京受封的镇北大将军之独女，落在我身上的目光本就很多。很快我对林淑白苦追不得的消息传得满京城都是，我不在意别人背后议论和嘲笑，可是想着林淑白独独对李芷萱柔和眉眼的模样，心里不太舒爽。我爹说的对，我是不能接受自己的夫君心里有别人。见我神情松动，我爹继续劝我，世间美男何其多，就说如今在外修道云游的瑞安王，容色气度都胜过林家那小子，虽然不信我爹说的京中还有比林淑白更貌美的男子，但也成功被他劝下，不再主动往林淑白跟前凑。倒是林淑白在半月后差人送了一个玉扳指来我家，说是作为被毁掉的红玉手串的赔礼。丫鬟将扳指递给我时，我接过来看了两眼，遇到是上好的白玉，就是上面的飞鸟展翅图案雕刻的有些歪扭粗糙，我从小练习骑射，扳指换了一箩筐，无一不是我爹给我找来的好东西，
也养成了我对扳指的高审美。林书白拿着粗制滥造的东西来敷衍我，看来果真对我半分好感也无。我当即将扳指丢回礼盒里，让丫鬟给人还回去。不去见林书白的日子也没我想的那么难挨，每天练枪斗鸟，去城外跑马，生活充实又快乐。直到皇上下旨设中秋宴，宴请百官及其家眷。赴宴当天，我在宫门处刚下轿，就遇上了李芷萱。我本不想搭理她，谁知她主动叫住我：“寻妃姐姐，这些时日不见，你可安好？”我点头敷衍道：“挺好。”说话间，李芷萱走到我跟前，好像跟我很熟的样子，挽上我的手。随着她的动作，她手上戴的玉镯露出来，颇为眼熟，是我送给林书白的礼物之一。随后我视线落在李芷萱腰间挂着的玉佩上，也是我送给林书白的东西。我几乎要被气笑了，感情我送出去的东西，林书白之所以收下，都是因为他这表妹喜欢，其他不喜欢的便给我退回来。偏偏李芷萱跟看不出我脸色难看一样，一副圣者姿态，在我耳边得意道：“还要谢谢姐姐的这些礼物，不然今天来宫宴，我都没有拿得出手的首饰可用。这是故意，我心我气我来了，不过是一些不值钱的东西，你既喜欢，那就留着当宝贝吧。”说完话，我率先甩开李芷萱的手往里走。到了设办宴会的御花园中，又遇上林书白。今日中秋佳节，他一改往日素净装扮，着了一身朱红绣金锦袍，头束玉冠。见到我，他脚步停顿了一下，目光闪烁，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跟我打个招呼。我本就被李芷萱惹出了一肚子火，现在更加生气了。这男人拿我送的东西借花献佛不说，见着我连句话都不愿意主动跟我说。我狠狠瞪了林书白一眼，越过他步入席间。他好像小声叫了一下我的名字，不过我没听清，忍不住转身去看，只见他找到李芷萱，正指着他腰间玉佩，低头与他交谈着什么，肯定是在夸他带着我送的东西好看，真碍眼。由于心中不痛快，加上今日伺候我的小宫女格外嘴甜会劝酒，我一杯接一杯往嘴里灌。宴会过半，台上的乐师和舞女下场时，我已经有些酒意上头了。突然高座上的皇上点了我的名：“大将军家的女儿年十九了，朕记得还没婚配。”我跌起身答话：“是啊，前几年边关战事吃紧，臣没能腾出时间为小女操持婚事。”皇上一脸动容之色：“大将军为国为民辛苦了。”继而转向我说：“今日各家郎都在席上，寻妃可有看上谁？朕做主为你赐婚。”我一瞬间想起李芷萱在我面前得意洋洋炫耀的嘴脸，又想着林书白对我冷淡疏离的样子，逆反心理一下就上来了。我偏要让皇上赐婚，拆散这对让我不顺心的表兄妹。醉酒之下视线模糊，我凭着记忆往林书白的位置看去，那里怎么坐着两个穿着朱红锦袍的男人，一时分辨不出谁才是林书白。我的手左右一动，最终指着身形更加修长好看的那个，肯定道：“皇上，我要他。”席上一静，随后哗然，没被我选中的那个红色身影好像手上一抖，酒杯落到地上一声脆响，而高位上的皇上大笑着连道三声好，当即下了赐婚旨意，终于是出了心头恶气。我彻底醉倒在丫鬟怀里，失去意识前恍惚听见坐在末位的李芷萱声调失控地朝我喊：“叶寻妃，你指错人了，他在狗叫什么？听不清，反正他的亲亲表哥就要变成我的人了，看我气不死他。”我再次醒来时已经日上三竿，在丫鬟口中得知我当众指着瑞安王跟皇上要人的事，我听得愣住：“不对呀，我要的是林书白。”等等，我当时醉酒眼花，又见着两个穿着同色衣服的身形，我指的人真的是林书白吗？我跑去问我爹：“你说我这指错人了还能退婚吗？”我爹瞪我一眼：“胡闹，天子赐婚岂是你想退就退？伯安是个好孩子，你渐渐指不定便喜欢了。”伯安？他怎么叫人叫得这么亲密？我狐疑地看了我爹一眼，还没问他什么，他就叫来丫鬟带我下去梳洗。我爹说萧伯安下了拜帖，一会儿会上门来跟我见一面。午后萧伯安果然上门来了，彼时阳光正盛，他站在光里如清风朗月般，察觉到我的打量，他侧头望来，眉目疏淡，眼神湛然，偏偏唇边一抹笑意温柔缱绻。我耳边除了自己失控乱撞的心跳声，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了。娘嘞，这男人竟长得如此好看。他颔首说话：“寻妃，我是萧伯安。”美男就连声音都这么清润勾人。我晕乎乎地对他露出一个笑来：“王爷，我们去茶室聊聊。实话说，我昨晚想要的人不是你，醉酒眼花指错人了。你若介意，可以向皇上提出退婚。”落座后，我开门见山对萧伯安说明情况。我是没那个胆子敢要求皇上收回旨意，但是萧伯安作为皇上唯一的弟弟，他提的要求皇上肯定不会拒绝。萧伯安并不接这话，只问我：“寻妃觉得我如何？”我说：“你好看。”他一愣，随即缓缓笑开：“比之你想要的那人如何？”我坦言：“他不及你。”他又问：“那你非那人不可吗？”我摇头：“当然不是非林书白不可。事实上，要不是李芷萱挑衅我，我本来都打算放弃林书白了。”听我说完，萧伯安脸上笑意更浓，这人好像很爱笑，嘴角就没见下来过。你既满意我这副皮囊，又没有其他想嫁的人，
为何要我退婚呢？但凡他不是皇家人，凭他长这样，我肯定很乐意拐回家当夫君。我这人独占欲很强，嫁个家世普通的男子，他若敢三妻四妾，我可以打断他的腿。可你是皇家人，你就算养280个美人，我也不能动你一个毫毛。萧伯安沉吟片刻，在我以为他要开口斥我善妒时，他却道，除了寻妃，我没接触过别的女子，以后也不会有旁人。或许口头的承诺轻而难信，我是道家弟子，可上表诸天，祖师立誓。他说话的语气郑重而认真，难怪我爹笃定我会喜欢他，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会有人从相貌到性格都完全合我心意。我总觉得萧伯安跟我相处自然又熟稔，就像已经认识我很久了似的。他甚至直接唤我寻妃，林淑白都只叫我叶小姐。我忍不住凑近细看他的脸，没有半点熟悉的感觉。我们从前没有见过面吧？萧伯安，见过，见过。我正要追问，却发现他眼下有些粉末，我没忍住伸手一抹，细腻润白的脂粉粘在指尖。萧伯安呆呆看着我凑近，直到我退开，他才注意到我指尖的脂粉。可他耳根有些发红了，昨夜未睡，眼下青黑，未免在寻妃面前失色，特寻脂粉遮掩一二。听这意思，他好像很在乎在我面前的形象。我在记忆里翻找半天，实在想不到什么时候见过萧伯安。你与我到底什么时候见过？他刚要说话，丫鬟在外间跑来，小姐，嘉宁郡主府中的赏菊宴时辰快到了，差点忘了这回事。上个月请帖送来时，管家伯伯还特地嘱咐了我一番。郡主身份尊贵，他父亲是当朝唯一的异姓王，祖上曾跟高祖一起打天下，他母亲与皇后是闺中好友，他自小就能随意出入皇宫，在皇后跟前长大。管家伯伯说这宴席不能拒绝，赴宴时也别出头冒尖，以免得罪人。我当即送客，与萧伯安说好下次见面聊，反正婚约已定，我俩时常都能约见对方培养感情。匆匆换了新衣到郡主府的时候，时间刚好，只是刚进门就见着个晦气的人，李芷萱正扶着一位衣着华贵面容美艳的女子一同站在门后。见我进门，她先是恨恨瞪了我一眼，随即凑近那女子耳边轻声说了什么，那女子原本漫不经心的神情一变，朝我望来，这想必就是嘉宁郡主了。我倒是想听管家伯伯的话不去惹事，可这来者不善啊。这么想着，我面上不动声色，露出个礼貌的笑，躬身行礼，叶家叶寻妃见过郡主殿下。郡主由李芷萱扶着朝我走近，你便是那个仗着父亲军功厚颜无耻求着赐婚给伯安哥哥的叶寻妃。他这话的火药味不可谓不浓。我皱眉，哪能是厚颜无耻呢，皇上恩宠我家，与我任选夫君的权利，我不过是谨遵圣旨，他郡主再拽也拽不过皇权去。嘉宁郡主被我一句话堵得脸色更加难看，倒是很会强词夺理。李芷萱在旁插话，叶小姐为人还很会变通呢，前几个月还追着我表哥跑，对我表哥嫌弃粗俗无礼冷眼相待，后转而惦记上瑞安王了。嘉宁郡主冷哼一声，嫌弃的目光在我身上打量，你这样见异思迁的女人也配嫁给伯安哥哥？我不与他争辩，拱手道，若郡主今日这场宴席不欢迎我，我这就告辞。倒也没生气也没难堪，就觉得跟他们打嘴仗没劲，谁知郡主并不松口让我走。算了，你既来了便一同赏花吧，北疆那穷乡僻壤应是没有这样的好颜色，这是在内涵我是乡下土包子。我忍着不耐走进府中花园，开得热烈鲜艳的名贵花卉撞入眼帘，确实是我从前没见过的。旁边传来惊呼，有人赞叹，这样好品相的花应是宫中出来的名品。另有人接话，是啊，皇后娘娘宠爱郡主，每一季皇宫花房培育的花卉都会送一份至郡主府。说话间那些人还拿眼神挑向我，据传皇后娘娘有意郡主做瑞安王妃，可惜被不要脸皮的人抢先了，皇后娘娘已经在劝皇上收回赐婚旨意。有些人想飞上枝头变凤凰，恐怕是空欢喜一场，前段时间他还舔着脸讨好林少爷呢，瑞安王那样自容决胜的男子怎会要一个朝三暮四的王妃。我算是知道郡主不让我走的原因了，让他的狗腿子们给我找个痛快呢。我走到那群蛐蛐我的人面前，你们最好是祈祷我成功被退婚，否则等我当上王妃第一个就来收拾你们，都是一群想讨好嘉宁郡主来出头的世家小姐。被我一威胁，纷纷脸色一变，抿嘴不说话，身后传来嘲讽，真是不要脸，还没进门就想借王妃之名作威作福，皇后姨母一定不会允许你这样的人做皇家媳妇。我转头第一眼却不是看嘉宁郡主，而是落在她身旁的李芷萱身上。我追求林淑白时，她虽然处处横插一脚，却没有现在这样眼眶泛红满眼嫉恨地看过我。我惊觉一件事，李芷萱心悦萧伯安。我说呢，明明林淑白对她那么上心维护，为何他们没有定下亲事？原来是她另有所属。我琢磨着李芷萱的心思，一时没注意嘉宁郡主离我太过近了，直到一双手狠狠推了我肩膀一下，我站的地方离池塘很近，脚下猝不及防一滑往下栽去。我耳力很好，
在一群人惊呼声中，听见嘉宁郡主对李芷萱说，快点把你那表哥喊进来救人，事成后我另为你择一良婿。中计了，原来这才是把我留在席上的原因，推我落水。再引外男来救，皇家绝不会要一个名节有损的女人进门。没出过闺阁没见过血的贵女们，设计人的手段都是如此天真幼稚。我在落水的瞬间，一手抓住岸边石头稳住身形，随后伸出一只手扯着嘉宁郡主的裙摆用力一拽，她落水了。席上尖叫声更多了，李芷萱在岸边焦急的要来拉人，我看准时间放手任嘉宁郡主沉水，而后用力扯住李芷萱的裙摆，她也下来了。林淑白进来的时候，我正一边扯住一个人立在水中，看见我她神色几番变幻挣扎，最终还是解了外袍想下水来救我。制止她，别下来别靠近，不然我捏断李芷萱脖子。被我扯着头发在水中浮沉的李芷萱咕噜咕噜，表哥别管我，咕噜，我们说好的，你今日救了人才能跟叶寻飞。我将他按入水中，终于安静。我冷眼看着林淑白，今日对我的算计还有你的一份呢。林淑白深深望着我，眼中似有难过，你先回家，过后我会上门请罪与你解释清楚。嘉宁郡主早在被我拖下水就吓晕了，这么点胆子还寻人害人。原本看着我落水纹丝不动的郡主府宫女，在郡主被我拉下水往水中游后，才纷纷下水救人，跟我一起赴宴的丫鬟急得直哭，她不会水，在我被拉上岸后脱下自己的外袍披在我身上。小姐，他们太过分了。我看着那边已经晕过去的两人，是过分，但也没在我身上讨着好。秋天的风一吹，十一沾身顿起一股彻骨凉意，我带着丫鬟趁乱离开郡主府，回家泡澡换衣，又喝了一大碗姜汤，身子才算彻底暖和过来。我爹已经从丫鬟口中听说宴会上的事，他眉头紧锁，一脸怒意，做得好。爹虽然经常要求你不要仗着武艺惹事，但别人欺负到脸上了也不需退让，只是你反击归反击，不可用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方式。以我的身手，就算没防备被推一下也没那么容易就栽倒，只是我不爽被算计，顺势落水将他们都扯下来。我身体强健还有内力护体，初秋的池水虽冷，但我还受得住，那俩浇花一样的大小姐就不一定了。反正我是当场报复回去了，明日若怀王和皇后问罪，要辛苦爹与人周旋了。今夜开始我就装病不出，有事我爹去前面顶着，从小到大每次闯祸都是他挡在我前面，我如今这受不了一点委屈的霸道性子也是他养出来的。反正贵女之间扯头花，想来也就是被训斥几回。我爹哼了一声，明明是我女儿被欺负，他们凭什么问罪？你先睡下，我进宫告御状找皇上为你做主。他帮我掖紧被子，探了一下我额头，确认我真的无事才出门去。第二日我醒来，我爹还没回家，倒是宫中来了太监传皇后娘娘口谕，叶家女无母教养粗野无知，皇后娘娘特传进宫教授规矩，我娘在我十岁那年去世，是我一辈子不能忘的伤痛。皇后竟拿这话来斥我，我冷着一张脸随太监进宫，刚踏进坤宁宫就遭一声冷斥，刁女跪下，这是不问青红皂白要罚我为嘉宁郡主出头了。皇后一身华服气势逼人，我却只屈膝行礼，皇后娘娘万安，不知臣女何罪之有，见我不跪。皇后脸色带了怒容，嘉宁郡主又是落水差点丧命，留下了胃水的病，你可知你昨日差点害死了她？我疑惑，不是她害我吗？我只是被推入水，慌乱之下误抓了她。这时内间又冲出来一位妇人，混账东西还想狡辩，我儿若有事我要你拿命赔，这人想必就是嘉宁郡主的母亲怀亲王妃。我并不忍让，连皇上都不能说随意要臣女打命，不知王妃想怎么要我的命。怀亲王妃想不到我在皇后面前也敢顶嘴，当即扬手一巴掌扇在了我的脸上，从来没有人打过我巴掌。我手一动就要忍不住还手，外间突然传来萧伯安的声音，是哪条律法规定皇嫂和怀亲王妃可以不分是非对我的未婚妻子动以私刑？我转头看到萧伯安带着一行人进来，身后还跟着御前总管林公公，看到我脸色被扇出的巴掌印，他脸色难看了一瞬，随即转头对身旁一人吩咐，你带人去嘉宁郡主府上将怀亲王妃这一巴掌还回去。皇后急急出声阻止，伯安不可，嘉宁可是与你一同长大的妹妹啊。萧伯安看都没看他一眼，催促身边的人还不快去。侍卫领命而去后，萧伯安才冷冷看向皇后，我母妃只生了我与皇兄二人，不知我们何时多出一个妹妹。皇后一梗，求情的话说不出口了。林公公这时出声传皇上口谕，宣叶家女觐见。说完话，林公公亲手将我扶起，走吧叶小姐，念你落水体虚，陛下差咱家带了玉辇来接。他对我态度如此恭敬，证明皇上并不会在此事上怪罪我。皇后和怀亲王妃脸色齐齐一沉，我以为玉辇会带我去勤政殿，谁知一路将我送出了宫门。萧伯安跟我解释，大将军与怀亲王正在勤政殿吵架，你现在不适合过去，我求了皇兄差人送你出宫。他一边说着一边跟我挤上我家马车，对不起，我与那家宁郡主并无干系也不熟悉，我不知他会因为我为难你。从家宁郡主只能无能狂怒对我出手，
我就知道萧伯安与他没有私情，否则两人早就定下了，还能有我什么事？我并不迁怒他，毕竟他长这么张好脸，有人爱慕是很正常的事情。无事，这件事上我并没有吃亏，萧伯安，可是终究惹了你心情不快。我觉得还行，挨了一巴掌是比较生气，萧伯安令人还回去了，我便又不气了。听着外面皆是繁华嘈杂，我说不如王爷陪我逛街散散心，叫丫鬟取来脂粉细细遮掩了我脸上的巴掌印。我率先跳下马车，萧伯安很耐心，一路带着我逛些小娘子都爱的首饰铺胭脂铺，时不时主动给我买点好吃的投喂我。这糖有果子好吃却易腻，你吃不完不要勉强。我吃了两个确实有些腻，于是举着剩下的糖油果子递给萧伯安，你吃吗？他浅笑颔首，却不伸手来接，反而俯身用嘴凑近我手上，咬走了我举着的果子。这人在引诱我，我正想开口说些什么，突然旁边传来一道耳熟的声音，叶小姐，前些时日雕刻的玉扳指你不喜欢，我重新雕了一只，林淑白，我还没找上门算账，他倒是自己凑上来了。林淑白面色苍白，眼眶微红，手中正托着一个玉扳指递给我。我看着他磨红到有些破皮的手指，讶然问他，之前的玉扳指竟是你亲手雕的？林淑白看着我，眼神有些复杂，既是赔你的礼物，自然当有诚意。我隐约感觉他对我的态度跟之前不一样，看了眼一直安静守在我身旁等着我与人交谈的萧伯安，我没接那明显用心雕琢过的玉扳指，这赔礼就免了。只是我从前送你的玉簪玉佩还有手镯你得还我，我送你东西可不是为了让你拿去取悦李芷轩的。听我说这话，林淑白羞愧低头，低声跟我解释，是我没有保管好你送的礼物，叫表妹擅自取用了，并非我借花献佛。看我脸上神色淡淡，他叹了口气，露出一抹苦涩的笑，可否借一步说话，关于昨日的事我想当面跟你解释。我带着萧伯安跟着林淑白去了茶楼雅间，入座后看着坐我身旁的萧伯安，林淑白拱手问，可否请瑞安王暂避？萧伯安笑问我，寻妃希望我暂避吗？我点头，你去隔壁等我吧。萧伯安笑意一僵，一双眼委屈着看我，我妥协，算了，我与他之间事无不可对人言，你便坐我身旁。随即转头问林淑白，想解释什么？现在说吧。林淑白眼眸微微颤动，声音暗哑低沉，昨日表妹问我可是对你有意，我点了头，我从前误以为我对表妹的关心维护是男女之情，以为我见你时的心慌无措是排斥厌烦，直到你突然不理会我了，我才意识到你至于我才是。萧伯安突然出声，嗨嗨，不好意思，茶水太烫。林淑白话音被打断，我也没了听下去的心思，总不过是我追求他时他爱搭不理，我不热脸贴冷屁股他又觉得我好了，不必说这有的没的，你就说昨日他们设计我落水引你来救的事你有没有参与？林淑白脸色更加苍白了，没有，表妹只说让我日落时分去郡主府接他，我因自己的傲慢和愚昧错失良人是我应得，我怎么可能会设计你？我点头，那就没你事了，回去吧。本来打算如果有他参与我就把他按住揍一顿，我捏捏手指起身，林淑白一脸黯然地跟我告别，你送我的东西我明日亲自送回。我说不必了，晚间我差丫鬟去取，我们的关系可不适合私底下见面。林淑白离开后，我主动跟萧伯安解释，那就是我之前喜欢的人，追了三个月没能成，本来差点成了，如果宫宴上萧伯安不是那么恰好穿了同色衣服，又和林淑白坐在相邻的位置，萧伯安笑得毫无芥蒂，有所耳闻，若非他心仪青梅竹马的表妹，便没有我和寻妃今日比肩的缘分了。听萧伯安提起李芷轩，我磨了磨后槽牙，小姑娘眉清目秀的心思坏得很，自己喜欢萧伯安却没勇气表明心意，又暗中嫉妒能站在萧伯安身边的人，为此故意怂恿郡主推我落水，想让我名声受损，不过他自有人收拾，因为嘉宁郡主在他怂恿下不仅没能伤害到我，反而落水惊惧昏迷不醒，怀亲王府动不了我便会往他身上撒火。萧伯安送我回家时我爹已经回来，同时带回来一大堆金银珠宝，都是皇上连我被郡主推入水中受惊逼着怀亲王府给的补偿，这是到现在以怀亲王府低头认错结束，皇后斥你无母的事被伯安写了折子告到皇上跟前，弹劾他有失国母风范，皇上当众怒斥皇后仗势欺压忠良之后责令他闭门思过。我问我爹，皇上面前萧伯安居然比皇后更受宠，我爹说那是自然，德仁太后去得早，皇上又比伯安大了15岁，便把这唯一的弟弟养在身边，一兄一父。我又问你怎么叫萧伯安这么亲近，你们也早就认识？我爹点头，去岁东军中粮草告急，朝廷不仅迟迟没有批下，是伯安开私库收了20万石粮食，亲自带人押送上北，解我军马困顿。我回忆了一下，那我怎么没见到他？我爹意味深长地笑了一声，嘿，你怎么没看到？你还把人痛骂了一顿。我爹说萧伯安到的那天我喝多了酒在发酒疯，他带来足以养活军队的粮草，只提出想与我见一面，我爹便不好推拒，谁知才进我帐中
就被我一个酒瓶砸了肩头。我看着锦衣华服的他大骂，哪来的蹭军功的世家子，滚回你的上京城过你那养尊处优的生活去。我想起来了，那是因为户部尚书的小儿子在军中不听指挥，带着一支队伍擅自靠近敌方军帐，被人发现后，士兵为了护着那小子逃跑，竟被敌人杀了一个不留。死的人里有从小就教我射箭的叔叔，也有外出巡逻会给我和他女儿采一捧花的大哥哥。我悲愤之下打断了那小子一条腿，再想打就被我爹拦住了。将在外武器和粮草补给都靠京中的户部尚书盖章拨款，我们不能把人得罪狠了，太可笑了，用生命守卫疆土的将士竟要仰仗京中坐着享福的高官们的鼻息生存，心中憋闷又无从发泄。我便偷了我爹的烈酒，借酒浇愁，醉得太狠。我大概无意识将来送粮草的萧伯安看成了另一个户部尚书之子，于是一股气朝着人家撒去。当时伯安被你骂得都快哭出来了，我看着都觉得可怜，然后人连夜就带着人跑了，生怕等你酒醒了见着他生厌。那个时候我就看出来这小子对你有意，我爹一副老狐狸的样子，后来我便打听了一下，发现他品性不错，配得上你。原来我与萧伯安还有这么一段渊源呢。第二日萧伯安要我出门游玩，我问及边关送粮的事，你说与我见过便是那时候吗？我颇为可惜道，你若是当时别跑，等我醒来必定压着你成亲做我夫君。萧伯安听我这话，眼中顿时露出遗憾之色，那时与你久违相见，生怕你见我生厌，毕竟我从小就惹你烦。说着话，萧伯安从怀中掏出一根缀着金玉小老虎的红绳，递到我眼前，那独特的编织纹理是我娘独创的，自他死后他亲手为我编的头绳手绳我都收起来好好珍藏着。如今再看这手绳，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人。我不可置信地打量萧伯安，你是那个爱哭鬼，那不是个妹妹吗？我八岁那年我娘生了重病，我爹自边关带着我们回京，四处给我娘寻医。某一日他突然牵回来一个胆小娇气还爱哭的小孩，没说身份也没说名字，就让我带着玩。小孩比我小两岁，跟我上山打猎会累哭，看我一箭射死野兔会吓哭，见我使枪挽枪花也会哭。后来我寻思玩点温和的，比如荡秋千，谁知道秋千荡得高了小孩也哇哭，但我从小就对长得好看的人事物特别包容，倒也没有特别烦他。在他哭的时候捂住他的嘴，小大人似的耐心劝告，小鬼，如果你害怕和恐惧危险，那就要藏住你的胆怯和眼泪，流泪阻挡不了伤害，只会放大受到的伤痛。我甚至大方地带着小孩去了我家的假山洞里，这是我的秘密的，我遇到难过的事都是躲这里偷偷哭，强者从不示弱于人前。小孩被我哄得一愣一愣的，鼓着脸憋住眼中要掉不掉的眼泪，真就不再哭了。从回忆里抽神，看着萧伯安通身云淡风轻的出尘气度，实在很难想象她是我记忆里的娇怯小妹妹。我与她只相处了两个月，后来我娘病重难医，我整日守着我娘哪也不去，我爹就把她送走了。告别那天，我送了她我娘编的最好看的一根手绳，以后再想哭的时候就看着手绳，她会替寻飞姐姐一直保护你呢。我娘缠绵病榻不久后离世，我爹又带着我上了边疆，一别十几年，我早就忘了儿时有过这么个短暂的小玩伴。这么想着，我逗弄萧伯安，来叫一声寻飞姐姐，她比我小两岁呢，我以为她会害羞，谁知道她展颜一笑，凑近我，声音滴滴落在我耳边，寻飞姐姐。叫完她便克制有礼地退开，一双眼鲜艳明亮地望着我，观察我的反应，像讨好人的小狗，心跳几乎失控。我色心大起，伸手捧住萧伯安的脸，低头在他勾起的唇角重重亲了一口。真好啊，萧伯安，还好是你，还好那圣上赐婚我指的人是他。萧伯安轻笑，眼中蕴着绵绵情意，只能是我，叶大将军和皇兄都帮我。嗯，他这话什么意思？我追问。萧伯安沉默片刻，还是跟我交代，那日宫宴他穿着与林书白同色的衣服根本不是巧合，是我爹出的主意，席上那个一直灌我酒的小宫女也是我爹让找的，等我喝得晕晕乎乎，他便示意皇上可以开口赐婚，于是我就这么入了亲爹的套，当众指着萧伯安要人。萧伯安以为我会生气，但我心里其实没什么波动，我爹那个糟老头子所作所为都是为我好，他认为林书白心有所属不是良配，便想我嫁一个只爱我的男人。转眼半年过去，我出嫁那一日十里红妆，我爹送我出门，那双在我成长路上永远稳稳托举我的大手将我牵住。女儿啊，伯安是为父精挑细选为你择的夫婿，我能保证他婚后会待你好，只是有的男人真心坚如磐石，有的男人变心只在一朝一夕，若他日他变了，你也不用委屈自己，爹自会想办法接你回家。眼中酸涩，眼泪无声无息落下来。爹，我会时常回来陪你。我爹，别装，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伯安约定婚后一起云游天下，别牵挂我，我就在家里，你在外玩累了就回来歇歇。他老了，我往前的路他引领不了了，只能退守，做我沉默厚重的后盾。我与萧伯安成婚两年后，
听说李芷萱许配了一个普通人家，当初他一边心悦萧伯安，却没勇气表达心意，一边又吊着对他关切有加的林叔白不接受不拒绝，到头来一场空。萧伯安在我面前提起林叔白，听闻他旧情难忘，至今不肯成家呢。我装傻，你说的这人谁呀？见我不认，萧伯安便来捏我鼻子，没谁，不重要的陌生人。二十一，萧伯安翻外得人太后死的时候，萧伯安才3岁，后宫捧高踩低，一个失了母妃的年幼皇子，受尽宫人和其他兄弟姐妹的欺负，直到当今皇上19岁时，带兵压下太子发动的宫变，登上帝位，萧伯安的日子才好过起来。只是新皇登基，朝政不稳，皇上忙于政事，疏忽了对萧伯安的关注，萧伯安被宫人们当眼珠子似的护着，连下地走路多了，都生怕累着他。于是某天，已经掌控朝堂的皇上回头看，惊觉自己的弟弟被养得娇怯又爱哭，浑然不像天界男儿。恰好此时，叶将军带着女儿进宫，那8岁的小姑娘完全没有世家女的羞怯内敛，胆子大到和他对话丝毫不惧，甚至一拳打爆一个飞到他脸上的蹴鞠。对对对，他想象中的自家弟弟就该这样悍然无畏。于是皇上将6岁的萧伯安牵着交给了叶将军。我弟软弱娇气，需要磨砺，你怎么养的女儿便怎么养她。萧伯安喜欢这个带他玩的姐姐，他带着他上山打鸟，下水捉鱼，甚至还逼着他拿起比他还重的剑与他对擂。他时常被吓得或者被揍得眼泪汪汪，可是他还是想跟他玩。后来两人分别回宫，他还因为不舍得生了一场病。宫人哄着他，寻妃姐姐一口就能喝完一大碗，小七王爷可不能输哦，寻妃姐姐一顿能吃3碗，所以身体好，能耍大枪。寻妃姐姐很勇敢，夜里睡觉从不怕黑点灯。幼年萧伯安就在寻妃姐姐的激励下，不再胆小懦弱爱哭。他是他不算明亮的童年里最亮的一束光。长大后，他便打听他的消息，也曾偷偷去边关看过他，却只敢远远的看那草原上策马驰骋的身影。少年的心动是想靠近又胆怯，只听他爽朗的笑声顺着风传来，便也跟着一起笑了。晚安。